大家好，请问谁想提升你的个人品牌，让你成为你品牌、你的产品的代言人？那想问一下，谁想提升你的个人魅力和重新定位自己，而让你成为更有影响力的老板或者领导呢？你好，我们这次的领导品牌行销学呢，我们将以个人加上你的企业品牌，融合数字学啊，让你找出你的天赋，了解自身的人格魅力，然后呢，提升你的品牌和形象。我的分享，我还带了颜值形象导师 Debbie 啊，跟大家分享如何以 personality style 穿出你的人格魅力。那我们也有 Joanne 数字学导师帮你找出你的天赋，去迎接2023-2024要来的火运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团队也有斯西列老师和 Renee 老师，我们将会以个人的经验分享啊。那你们都知道Renew 是槟城著名的美容导师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团队将干货满满的去见大家。所以10月22号，领导品牌行销学，我们不见不散。